那我第五本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，因为他们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加盟伙伴，他用我们这个系统，就1994年就辅导康师傅，帮他们选了200多位的经理，他们就出版我的另外一本，就是比较专业的教学，叫天生领导，但让他们的公司就成我们的伙伴。那他们这个石博士那个时候是完全认同我们这个系统，所以他们用我们这个用的也差不多，台湾那时候他们用的最多2万多个人次，自己公司也用了1000多个人次。